三十名同学漠视国中生公车遭看报的破头见血，所卫生纸下到司机即扣119。台中清水区有一所国中日前发生一起霸凌见血事件，一名就读国一的男学生遭多名学长围殴，学长最后还拿出电击棒恫吓，造成被害人头部缝了三针，全身上下和制服血迹斑斑。学生已经发了，对，那相关记录我们都已经有先初步把留下。被害学生的母亲相当心疼，将事件泼上爆料公社。她陈述孩子在本月六日放学后遭学长一路打到公车上，还用外套看报的方式报打。当时公车上有三十多名学生观看，竟然没有人劝阻，也没人举报。她可怜的孩子后来向司机要卫生纸擦血的时候，司机见事态严重，还急扣救护车来。有两位同学，他们有坦诚说，他们有殴打这一年级的同学。学生在医院方面，还有在警察局方面，对，我们在第一时间，我们就有做妥善的处理。我们有召开紧急的校园应对小组会议，针对动手这两名小孩子的话，我们会依照校规来处理。学长痛殴学弟事件被爆出后，校方今天也坦诚并对外回应，而台中市教育局也表示，调阅校方监视器画面查证，确实有围堵与电击棒一事。清水警方目前已介入调查，除了请被害者家属前来厘清案情，表示如果家长有提告，会依伤害罪嫌将动手学生送办。苹果新闻网台中报道。